站起来，出发！日前，驻香港部队组织2021年度第四季度联合巡逻，陆海空三军部队依托巡逻任务展开陆空巡逻、海空巡逻、联合搜救、拦截查证等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，全面检验驻香港部队履行防务能力。上午8:40，指挥所下达紧急出动命令，陆军机动梯队完成紧急出动，空军直升机迅速起飞，海军舰艇完成巡逻军力配变和站位部署，驶离昂船洲海军基地。这是驻香港部队组织的联合巡逻行动，三军部队依托巡逻任务展开实战化科目演练。当天，海上联合指挥所指挥香港海域的模拟失事人员进行救援，大面积海域范围搜救要求海空军密切协同，在直升机的引导下，海军舰艇赶到事发海域，发现并救起落水人员。海面情况复杂，且相对于海面，落水人员目标小，要求我们必须使用最科学合理的搜救方法，尽快确定落水人员具体位置，避免落水人员因长时间浸泡在冰冷的海水中发生生命危险。完成搜救任务后，任务部队接到拦截查证可疑船只的命令，在直升机的引导配合下，可疑船只被海军舰艇成功逼停接受检查。海面上货船渔船情况比较复杂，航道比较狭窄，可疑船只吨位小，机动性强，对我判明目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通过这次演练，检验了我们平时训练的成果，提高了我舰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。记者了解到，演练中特战、防空、舰艇、雷达等多个兵种按照实战化要求采取连贯实施、红蓝对抗等方式进行。这次行动，驻香港部队陆海空三军部队齐出动，通过联合巡逻将应急战备力量演练常态化，积极探索解决联合演练中指挥、通联、协同、保障等多个问题。